一种很珍贵的木材里头有一种物质叫做紫檀。好，紫檀它的化学结构式跟白藜芦醇很像，它在第三跟第五节的化学结构式比较不一样。好，它多了 H3CO 跟 CH3O， 化学结构式不一样，导致白藜芦醇大概有效穿透血脑屏障只有 20%， 可是紫檀其因为化学结构式不一样，它可以有效穿透我们的脑血屏障高达 80% 以上。所以哦，没有不好，只有更好哦。被砍一级，你当然要吃更好吸收、生物利用率更高、抗氧化效果更好的东西，对不对？那它这一包里面呢，还有放有机虾红素。虾红素里面没有虾，好不好？没有虾是素食的，没有虾哦。好，不要再问我有没有虾，没有虾。好，它是深海的红球藻，它是一种藻类。好，它可以帮助清洁齿，还有修护我们的眼睛，对眼睛非常的有效。所以如果随着年纪有一点眼睛好部分的问题，其实你可以多饮用这一包。好，它里面还有添加这个贝塔13跟贝塔16，它主要对于提升免疫系统跟这个抗发炎也是有相当程度的帮助。然后它里面还有添加 SOD， 一包里面有1200IU 的 SOD。 刚才我已经介绍了齁， SOD 是目前业界最高抗氧化物歧化酶第一名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你要知道这一包非常的珍贵，它里面还添加十几种超级水果，比如说葡萄、蓝莓、巴西紫莓、绿茶、儿茶树、芦荟，这一些都含有，像芦荟还有含不饱和脂肪酸，对我们人体的排自由基都非常有帮助，是一个非常高抗氧化的饮品，这样 OK 吗？像这么好的，就是它不是只有单一配方，它里面有四大元素，还有十多种的抗氧化蔬果，这样一盒只卖我们台币大概139美金嘛，也是139美金，大概不到4000元的台币。好，一包有30ml， 然后呢，一盒里面有30包。重点哈，我觉得这间老板真的很用心。你看他的纸盒哦，全部是美术手工印的纸盒，不是外面一般瓦楞纸哦。然后他打开上面还有磁扣啊，有磁吸式的，这成本都非常的贵哈，你看那百货公司，你要有这种包装，都是香水盒啊，都非常的高级哈。但九马弄一罐香水6000多8000也是用这种纸盒，你就知道我们真的是款款精品啊，真的是款款精品哈。我们家的纸盒已经从地板塔到天棚去，因为舍不得丢啊。太漂亮了，都拿来装什么私房钱？没有啦，都拿来装什么小东西就对了。对呀，好，这纸盒真的很漂亮。所以我们目前也大概就是这五支商品哈。这一支因为现在才刚出来，我们前面的四大商品哈，全部进入美国医师药典 PDR。大家知道什么是 PDR 吗？美国医师药典 PDR 是美国医生开处方签参考数据指南，那能够进入 PDR 是非常高规格的，代表哈，第一个，这支商品药绝对有效，是经过实验证明绝对有效。第二个，好，45分钟之内要完全吸收且分解，不会造成肝肾负担。第三个条件是要以药品规格来制造，你就知道你吃到是多高端的。全美国只有7支 NMN 进得了美国医师药典 PDR， Calorie 就占2支，所以你们要知道你们吃到 NMN 是多么高规格。但我们不是只有 NMN， 我们是全商品通通进入美国医师药典 PDR， 这样大家了解吗？全商品哦，目前真的是哈、哦，谁把句话爸爸也没看过，一间公司这么高规格，全商品通通进入 PDR， 但是却给我们这么亲民的价钱，并且提供我们一个平台，让我们有发展的机会，是不是要给我们这个老板一个掌声鼓励？